藏世界品，所持差往差别，长行水门广设，第三段啊，名体。 在这一段经文呢，也是有二十句啊，都是略说了啊，列这个二十种。前面十种啊，是讲色相。 后面是种啊，是讲身啊，这两大类，哎，可以说呢，把这个祝福的教体。 跟众生学习的啊，接受的教体，啊、都包括进了。世界种植体也不例外啊啊，这个离去。 很深啊，道理很深。如果真的能够会通，我们就晓得情与无情，确确实实同一体啊，同源终止啊。 <coughs> 我们娑婆世界 <coughs> 是以阴身为教体啊，这个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拣选圆通啊，圆是圆融，是圆满。 通是通达，啊，这个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差别故意 凡是相同相近的，自自然然，它就聚集到一起了。啊，这个真正的显示出物以类聚，啊，人以群分。 这个是自然现象，在佛经上讲“法而入世啊”啊、嗯。现在请看经文：诸佛子，比一切世界中，或有以设法摩尼云为题。或有以众色焰为题，啊，或有啊。 以诸光明为体，或有以宝相印为体，或有以一切宝庄严多罗花为体，或有以菩萨形象为体，或有啊以诸佛光明为体，或有以佛色相为体，或有。 以一宝光为题，或有以众宝光为题。这个说了十种啊，这个十种啊都没有离开思想。啊。我们读这段经文。 一定要能够体会得到啊！在这个里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？啊，前面一段我们要学形象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学。 体质啊，啊，体就是讲的性质啊，特别着重在肢体。中国古人读书啊。 常常说：“啊，读书目的何在呢？在变化气质啊、嗯，那个‘值就是‘题’呀。啊，不读圣贤书，这个‘题’啊，就所谓是俗不可耐。” 度圣贤出之后啊，真的啊，要知道变化气质啊，提升境界啊，自自然然就不同啊。我们在此地看。 或有以设方摩尼云为体，这个于是于理都讲得好啊！世界确确实实是以微尘为体啊！啊，华藏这么大的世界。 啊，以什么为题？我们回头想一想，我们的身，我们的身以什么为题？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身是怎么组成的？无数的细胞组成的呀、啊。 这个细胞啊，是我们身殖体呀、啊，肢体呀、啊。大的星系怎么组成的呢？大星系有许多小星系、无量星球组成的。啊，那么这些星球在太空当中，又是？ 怎么形成的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是由星云凝聚而成的。换句话说，星球在未有未形成之前，一片像云雾啊。 慢慢，这个云雾凝结，啊，成了一个星球了，成了一个星系了，啊，成了许许多,多多星球，就变成一个星系了。这是以射方模拟云为题，从这个地方。 我们应当体会的，今天世间所讲的多元文化了，真的，大宇宙如是啊，我们的小宇宙也如是啊，以多元文化为体啊。 此地讲了二十种，十种色相，十种阴身啊，这不是多元的，这不是单元的啊。因此，我们有多元的这个理念，就与宇宙众生真相相应。 如果没有多元的理念，啊，完全呢，这个心里头只有单一，而不能够容忍，这与事实真相相违背呀、啊！啊，《华严经》上给我们讲体性，还说了二十种啊。 这个二十种，最后总结，如是等若广说者，有世界海为成熟啊。二十种是略举而已啊，所以是多元的我们从这一段经文。 要能够体会的，心量呢，自然脱开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能包容。啊，真正能做到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 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啊，总是以清净平等欢喜心来接纳，啊，自自然然的，你就能受到真实的。 离了啊，方先生所说的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个话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呀、啊，他自己。 要不能够齐入这个境界啊，决定说不出来。啊，我们通过五十年的学习，我们尊敬老师啊，我们爱老师，我们常常把老师的教诲。 提在口边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也有少份了，相应了，也真正得到享受啊！证实老师的话，没错。 啊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对老师仰慕的心，啊，尊敬的心，感恩的心，油然而生。 但是你都要善学，是会学。你要不会学，那几十年的时光呢，空过了。啊，不会学得不到利益。啊，会学的人呢，他得到。 怎样才算是会学呢？第一，要有亲近信心啊，对圣教、对老师不能怀疑啊，怀疑你就得不到了。这时。 头一个条件啊，第二个条件呢，决定是依教奉行，啊，遵守老师的教导，去修正自己的。 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啊！你要真干呐、啊。第三，你要有恒心，有耐心，锲而不舍。乏味呀，就先前。 世卫这个世间名闻利养、啊、五欲六尘的这个滋味呀、啊，比不上法味啊！啊，法味才真正给你带来的发喜充满。 夫子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”啊，那个乐，世间人没有法子体会啊！你怎么想，你都想不到，你不入这个境界，大乐。 世间无欲六尘，哪里能跟他相比呀、啊？无欲六尘要能跟他相比，释迦牟尼佛不会出家了。啊，他是帝王的身份。啊、世间名闻利养、无欲六尘，啊，他通通得到啊。不是说一般人写祈求。 得不到，求不到，哎呀，这才出家。他不是的，一切现成的，啊，他把它放下，把它舍掉了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个比那个更落，啊，做帝王。 中国古人常讲啊，“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啊，比不上觉悟的路。”所以，世尊舍弃王位。 求绝啊，绝而不明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这里头有大乐。啊，这个是真乐。啊、世间之乐。 佛在经上常说：“乐为坏苦。啊”懂得的人不多、啊、但它是事实。多少人迷恋在其中啊，到离开的时候、分手的时候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，难分难舍。 苦报先前啊，出世间的大落大自在呀、啊，大圆满了。啊！所以在此地，我们体体会的多元，我们要有多元的理念。 把这个理念扩展，扩展到没有边际。在第二句里面，啊，由以众色眼为体，跟底下一句和以诸光明为体。 焰是火焰啊，这两句就字上讲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：是以这个星球啊，它是以燃烧为题、啊、太阳。 是整个星球啊，高温度的在燃烧啊，啊，整个星球在燃烧啊，放出光明啊，啊，所以是个火球啊。 晴天，夜晚的天空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星星，这些星星都跟太阳一样啊，啊，全都是在燃烧啊。 啊，设方光明出来。那么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学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求智慧，光明是表智慧。 我们要学太阳，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太阳这个星球虽然很大，啊，比地球大得多了。 它里面的资源当然是有限的、啊、换一句话说，它那个火啊，慢慢烧，资源烧尽了，它就熄了。啊，熄了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光了、啊。到它没有光的时候，这个太阳系呀、啊、就解体了。 所以世界有沉住坏空啊，啊，它正在燃烧的时候，这叫住劫，沉住坏空。啊、烧尽了的时候，它就坏了。啊，到整个瓦解了，它就空了。 当然，在我们有生之年，这个太阳的燃烧啊，还不会消失。啊，它的光明少消失，还有很长的时间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呢，我们要求光明，我们要能够舍己为人。你想想看，啊，太阳它的恩惠啊，至少。 围绕着它的这些行星，都得到它的恩赐啊！地球上如果没有阳光，所有一切生物都不能生存啊！这一切生生物。 能够在地球上生存，最重要的靠阳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靠太阳的光明的恩赐，我们要学。啊、你看看阳光对于这个一切万物。 是平等是无常的不需求报偿啊！这是真实的恩惠呀、啊！ 真实的慈悲，真实的智慧，从阳光这个地方学到了。然后，我们看到所有一切发光的肢体。 都是在提醒我们这一个理念啊，唤起我们要以大公无私为一切人事无去物去服务啊。 义务的，尽心尽力。你能够学太阳，这个这个，宗教里面常讲啊，太阳神啊。 太阳神就是这么来的，在佛法里面呢，不叫太阳神，日光菩萨、月光菩萨，啊，药师如来两位得力的助手啊。 表达的意思非常好啊！日光日对治什么呢？对治寒病；月光清凉，对治月病。众生这个病分为这两大类啊。 要是如来啊！用这些方法来对治啊！这个第四句，何以宝香印为题？还是着重这个印。那么宝香，我们就晓得。 燃烧的物质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，它这种燃烧啊，就是核子分裂所以才能产生这么大的能量啊，这么高的温度。 所以这个地方的讲的宝箱啊，我们就晓得佛是指什么啊？我们要学的是心德之相。 自性本具的般若光明，本具的德能的光明，从相好里面放出去啊，帮助一切众生。 破迷开悟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菩萨学习不难。 反复学习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呢？反复的情执没有断，好恶没有放下这个人对我好。 我喜欢，我感激他。那个人对我不好，我讨厌他，我恨他，反复啊！你的心不清净，不平等。你用的是轮回心，不是真诚心。 这个是凡夫学佛的难度，这个难度要不能够破除，不能够把它消化掉。 你的修学很难进展，这些那要讲求啊，修学的功夫了。 功夫从哪里看呢？你能不能够克服烦恼习气？啊，在恶劣的众生，你不会讨厌他了，你才是真正觉悟了。 这个众生处心积虑，要想害我，我对他纯净纯善，他还要想方法来害我，啊，来整我，你不恨他吗？ 纵然没有报复的念头，肯定啊，你一定要回避他，一定是拒绝跟他往来。这个是什么？人情啊！你要记住，人情人情啊。 可不是佛菩萨的道情，道情里面没有这些地方，我们要转变啊！我们要悔改呀、啊，宗教里头讲悔改呀、啊，我们要有。 诸佛菩萨的智慧境界啊！诸佛菩萨是怎样看待一切众生的呢？经上说：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” 在诸佛菩萨看的，中国圣人他们的看法跟诸佛菩萨非常接近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、啊、这个处心积虑。 要想害我的人，他性本善呢、啊，你知不知道、啊？如果知道性本善，他在，恶，我还是很欢喜他，我还是很尊敬他。 绝对不会呀、啊！以他那种心态啊，去报复他，没这个道理。那他为什么对我发生误会呢？啊，为什么对我起这个恶念呢？啊，恶行呢、嗯？是他一时迷惑。 记住，也是迷惑，不是永久的，早晚他会醒悟过来。他是个好人，即使造作无你事物。 甚至于毁灭佛法啊，造无逆十恶的重罪，他还是有佛心的。这个人还是性本善呐、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圣贤眼光里面。 他们看待跟凡夫不一样。凡夫认为这个人呢是不可以赦免的，佛菩萨依然大慈大悲，没有把他的罪业、罪行放在心上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 我们必须在这个境界里面要做一个重大的转变啊！嗯、五年前我写了六句：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” 我转过来了，顺境逆境，恶缘善缘，我在这个里面得到清净平等欢喜。 无量啊！四十多年的学习，在境界里面才回过头来。 在我学佛三十年的时候，啊，二十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我能够忍受啊，但是心里面还有稍微的不平。 到四十年，学佛四十年，欢喜了，平了，在这个这个顺利境界，这个善恶之源里面、哎，渐渐平等了，这才真正生欢喜心。 如果不认真呢，修忍辱不能，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！这种快乐，你无法想象，你也没有办法体会。 我们读《金刚经》《顿涅盘经》，人如仙人，被隔离王各界身体，那个境界，我能够体会的少分呐、啊。 境界真的转过来了，对虚空法界、刹土众生啊，一片慈悲。这个慈悲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，是真诚的愿、啊、冤亲平等。 善恶也平等，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。不认真学习，我们怎能得到啊？这样书生的。 功德力，这下面一句啊，这个或者有一一切宝多罗啊，这宝庄严多罗花为题。 我们晓得，印度古代有毕多罗树啊，这个树叶呢，古时候的印度人用它来书写。 我们佛法里面讲呢，贝叶经呢，这个贝叶就是贝多罗树的树叶啊，他把这个树叶裁成一样大，两边打个洞，用绳子穿起来啊，这上面可以写字。 还是说于色相，这个色相跟以下所说菩萨形象、祝福光明、祝福色相，可以说呢。 这个是从事于与文化工作啊，这一类人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以什么为题？以此为题啊。 以菩萨形象，以佛的色相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这几年啊，这个过地方讲经弘法。 常常用的一个总题目：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、啊、佛菩萨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模范典型呀。 到这个世间来是来表演的，八香成道啊，做个世间人看的，希望世间人看到之后啊，能觉悟啊，啊佛菩萨这个做这个做法是正确。 我们反腐的做法错误了啊,啊！错误就有苦受啊！啊，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啊，错误的做法，带来六道三途的苦报。 和菩萨他们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超越十法界不在六道之中啊，不但不在六道啊，也不在九法界。 硬化到这个世间来，来干什么的？自己清楚明白。一生所实现的，不违本愿。啊，我们仔细观察。 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他们的行仪确确实实给我们表演的是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。他那个一生的视线呢，真的叫。 干净利落，一尘不染了。啊，我们说的更明显一点的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你要有争，你要有求，你就染污了。 只要有真，有求这个念头，你的心已经不清净，已经不平等，已经是迷了啊，迷而不觉了啊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就是要学。 清净平等住一定要真正学佛，于事无求，与人无争啊，别人争，让给他。 应当要让啊！觉悟的人哪有不让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、觉悟的人，那个忍让对他了，轻而易举啊，一点都不费力了。 大乘经教，不要说参透啊，参透了，那你是化身菩萨了。你能够其如少分，你的受用就跟一切世间人不一样了。 虽然没有入菩萨境界，靠近了，越靠越近，这真是受用法喜充满了。我们还接着看了这个第三名体。前面十句最后的。 两句，或以一宝光为题，或以众宝光为题 <coughs>。我们读这些经文，最重要的是要得到一点启示。 帮助我们学习啊，在我们这一生修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晓得佛法有无量法门。 四弘誓愿里面，虽然说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愿不能没有，但是学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要知道自己的能力。 才能够真真学到了啊，学得很好啊，所以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古时候祖师大德为什么要建立宗派？ 宗派就不失法门无量十遍学啊，知道什么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学不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在这个法门里面选择几部经啊，这几部经呢性质都相近 可以相辅相成的，我们就学这一部分，啊，所以在中国隋唐时候有华严宗，啊，有法华宗，啊，华严成为一个宗派。 是携手过失、啊，他提倡的佛法太多了，太广了，绝对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学得完的，学一部分、啊、这就容易多了。 华华真正成为一个宗派，智者大师啊，智者住在浙江天台山所以又称之为天台宗。啊，华严贤首各师啊，真正成为一个宗派，所以大家称为贤首宗。 啊，以人名来命名。那么，其他像法相为师，啊，像三论，啊，像律宗，啊，像净土，啊，都是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呢，取一部分。 尤其是净土，净土经论最少了，只有三经一论啊。圆公大师在庐山简莲社提倡念佛，提倡共修。 当时只有一百二十三个人呐、啊，志同道合啊,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数不在多，是要在真修啊，个个都有成就。 无比的殊胜呐、啊！在元工那个时候，净土经论传到中国来，翻成中文，只有一种《无量寿经》啊，《净土经论》的《无量寿经》最先翻译。 庐山远公大师就一这一本经啊，啊，真的叫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，个个成功了啊！在那个时候，《弥陀经》。 跟《观无量寿经》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！那么从这些地方，我们就明了了，我们的根性不高啊，不利呀、啊。 我们学教取什么呢？哎，取一包光为体，现。重包光为体，我们就难了。重重包光为体，通家了；啊，一包光为体，专家了。所以我学佛的时候。 我就提倡啊，全面同学学一部经了啊。如果我们有一百人啊，每一个人呢学一部经，都学不相同的。 我们这个道场就有一百部经呢，啊，个个人呢都是专家，个个人呢都是第一，啊，你专攻无量寿经，无量寿地；你专攻阿弥陀经，阿弥陀地；你专攻金刚般若。 那你是金刚经第一，各国人都第一了啊！这一百个人就是一百部经，一个人讲经，九十九个人都来听，所以这一百部经呢，我们通通都听了，但是自己呢，专攻一门。 啊，把一百部经的这个里面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融合在我这一部经里面发挥，所以个个都是第一了，没有第二的。你的光芒。 也就是说，你的影响力决定影响全世界，决定影响到后世啊，时间、空间呢、啊，你都有久远的影响。你成功了，如果你要搞多了、搞砸了，你搞一辈子。 一样都不能成功，啊！谚语里的有所谓呀、啊，“行行通啊，行行松啊，不精啊。”啊，你知道的很多，每一样都很平常，没有出色的地方。啊，换一句话说。 社会一般大众真正想学经教的不找你他找什么人呢？他找真善知识，找专家了我学华严，我一定找真正能弃入华严境界的。 我找这个善知识啊！我学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一定要去找真正的念佛三昧的啊！真正入无量寿境界的，我会找这个，肯定的吧？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 我们读这些经文要有启示啊，要有体会。色相的十句啊，我们讲到此地，再看后面十句啊，后面十句是讲阴身，或有。 以一切众生福德海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众生住夜海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佛境界清净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菩萨大愿海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佛。 方便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差庄严具成坏因身为体，或有以无边佛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佛变化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众生善因身为体，或有以一切佛功德海清净。 因身为题。如是等。若广说者，有世界还未成熟。这个幕后是总结啊。那么这是以因身呢说了十句啊。这一段有特别的意义啊，因为。 娑婆世界众生，而根最利呀！啊，所以是以阴身为教体，这个文殊菩萨。 在楞严会上，啊，为我们这个世间众生选择法门，他老人家就说得很明白了，啊，方真教体，清净在英文。 二根利呀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以音声说法啊。孔老夫子在中国出现在中国，也是以音声说法。那个时候没有讲义，没有书籍。 他们的东西流传下来，都是过世之后，学生从自己听闻记忆里面写出来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学生的笔记流传后世。佛的经典也不例外。 释迦牟尼佛入般涅盘之后，啊，弟子们开始集结。啊，那么佛法这个佛弟子跟孔老夫子弟子不一样。啊，夫子的学生。 并不像佛陀学生呢，大规模的集会来做这个工作。啊，父子学生当中只有少数志同道合，觉得有把父子这些学说传下来的必要、啊、个人就记忆里面、啊、提出一些。 资料，我们今天在《论语》里面看到啊，其他散在五经里头分量确实不多啊。啊，那个佛陀的弟子就不一样了，学生多。 而且修行正果的人多，所以他是有组织、大规模的来做。啊，所以有第一次阶级,级、第二次阶级,级、第三次阶级,级、第四次阶级,级。啊，那么在第一次阶级,级里面，采取。 复讲的方式啊，阿难尊者的记忆力很好啊。释迦牟尼佛的使者，佛平常教导一切人，他都在旁边听啊，他有超过一般人的记忆力。 他一变能记得住，而且能够很长的时间他不忘记。大家推他出来复讲我们佛门培养讲经法师，是从阿难尊者传下来。的。 啊，所以佛门呢，这几这个两三千年呢，弘法的法师、讲经的法师，通通都是讲小作出身的。啊，那么头一个讲小作的，就是阿难尊者、啊。完全复讲啊，不能加自己的意思啊，加自己的意思。 那就错了，那不是佛说的了。啊，那么后世培养这个讲经弘法人才、佛讲老师的啊，也不能加自己的意思。为什么呢？自己烦恼习气没断，你没有开悟。啊、什么时候？ 你可以自己去讲呢，不要去依老师呢。你开悟了，以这个为标准啊！你开悟之后啊，你不会把意思讲错没有开悟的时候，很容易把意思讲错啊。意思讲错了，要负责任呐、啊。啊，百丈大师那里有个公案呢、啊。 错下一个字的转语、啊，多五百事也呼身、啊、这个公案，许多同学都知道啊。你要是误导众生，罪过很重啊！啊，你自己走错路啊，那个过失小啊。你把别人引错了路子，那你要负责任。 所以，获奖只有获奖老师啊，那个要是讲错了的呢，老师负责任，学生没有责任学生如果自己发挥，自己加意思的时候，那你要负责任。这个道理。 跟因果的责任一定要懂这个传统一直到我啊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、佛教。啊，这在台中十年。 这个方法好啊，非常有效果啊！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看这个后面十句啊，十一句十句啊，第一句是以一切众生福德海因身为体。 一切众生的福德。那么后面这个十句，要用佛法来讲呢，印记说法。前面这个十句啊。 是自己的真实智慧、啊、自信的德能啊,啊，自受用啊，硬化在世间是来帮助众生的、啊、换一句，话说，他不是自受他受用、啊。 他受用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实现什么样的形象啊？应该要说什么样的法？那要看众生的根性了不是自己想说什么，这个不行呐、啊。 这不契机呀、啊！一定要观察众生的根性，就好像医生跟病人治病一样医生一定先要诊断他得的是什么病。 他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？要把他的根源找到啊，然后用什么药物来治疗？啊，总不能说这医生先把处方开好了再去治病，没这个道理啊。 那么，也许有同学要问我了：你刚才讲的，我们学经教学一种那么就等于好像一个处方吗？我这一个处方怎么能应激呢？怎么能治一切众生病呢？啊，你这个问题问的也不错。 可是佛法是圆融的，经典上字字句句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任何一部经典，能起一切众生心，看你怎么讲法嘛。 啊，有从理上的讲法，有从事上的讲法，有从因上的讲法，有从果上的讲法。啊，这一不经讲的方法了，千变万化了。活的不是死的呀、啊。 哦，这个不容易了，啊、哦，这个难学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所以说一门深入，深入到一定的程度，开悟了，啊，悟了之后啊，这仅仅是活的了，啊，长说、短说、深说、浅说，你得自在。 啊，这一个法门，这一部经，能引一切众生的根性。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这个经文是一样，讲的方法不一样。啊，都能叫一切众生满意呀、啊，欢喜呀、啊。 所以，不悟是不行的啊！一定要求、啊、众生福德，这是世间凡是讲到众生、啊、多半都是讲六道众生啊。六道众生的福德海。 伦常道德啊，能够遵守啊，伦常是大道啊。中国古时候啊，孔老夫子所赞叹的。 古代的帝王都是圣人呐、啊。圣这个字的定义，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理事、性向、因果都清楚、都明了，称之为圣。 他们教人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确实是很简单，抓到几个重要的纲领、原则。无伦，无伦是天道啊。何为天道呢？天然的。 大道理，天然的法则，天然的原则，不能违背。违背了，那你就有苦头受了。啊，无论是家、夫妇。 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这是讲什么？人际的关系呀、啊。你知道这个关系是天然的法则，你能够遵守而不违背，你的家和。 你的过好，你的社会关系好，和为贵呀？啊，这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,啊，平等对待呀、啊。这个平等怎么讲呢？人人都遵守。 自然的法则，伦理呀，伦理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懂得。啊、孔老夫子一生没有创造，现在人家创作。 孔夫子没有，释迦牟尼佛也没有。这两位东西方的大圣人都给我们说，他们一生是述而不作。他所讲的呢，都是古圣先贤的，啊，没有自己的东西。 孔夫子如是，释迦牟尼佛也如是。人要有创作，是从自己意识里头流出来的啊；没有创作，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呀，不一样。 道德的基础，道德的总原则是仁义礼智信五常啊，啊，常识恒常，永远不变的、啊、做人的道理、啊，这个道理、啊、是天道，自然。 天然的，仁是仁慈啊，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，同时就想到别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呐、啊，这是人道。 我不愿意别人嫁给我的，我就决定不能够嫁住于别人。第二个是义，意义是什么？义务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。 啊，为众生服务，不求报酬，不计代价，完全是付出的。啊，义，还有一个一个意思，做到恰到好处，义者宜也。 第三个是礼，人与人之间要有礼节，这个是长远和睦相处之道。 你的精神自卑而尊人自己一定要懂得谦虚卑下，要懂得尊重别人。啊，第四个字是智，智。今天所说的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，不能用感情。 感情容易迷惑，容易做错事啊！以理智，不以感情。最后是一个信呐，啊，人与人之间要建立互信。我信任别人。 别人也信任我、啊、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别人不信任我，我也信任别人啊。那这样说来，那不吃亏了，不上当了。吃亏上当是小，缺德是大了、哎。不能够缺德了。 我要修养道德啊！仁义礼智信是道德的根本、啊、这五个字在佛法里面就是五戒啊！我们晓得五戒是学佛的根本呐、啊、称之为根本大戒。 戒律为一再多，都是这个根本的系数啊，根本的广说、啊、归纳起来就这五个字。这五个字不但生福德。 耶生智慧啊，那么这个福德海人生呢，我们就懂得了伦常道德，在佛法里面无界是善啊，《观经》里面讲的。 敬业三福，是众生福得海因身啊。第二句呢，是一切众生住业海因身为体。我们可以说前面一句。 这是众生世间的治识，天下太平，天下大治啊！啊，唐朝时候贞观之治，啊，开元之治，都是历史上。 所称赞的、啊、那么众生的业海声音呢？我们就晓得这是乱世、啊，伦理道德。 没有人讲究了，没有人肯奉行了，这个时候违背了自然的法则。 违背了天道啊！啊，天然总原则、总纲领失掉了。人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随顺自己私欲。 造作种种的不善意。在这个时候，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啊？帮助他离苦得乐啊,啊？引光大师出现在近代。 提出了啊，在乱世教化众生的纲领，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在现今这个社会，无论讲什么经，你只要掌握住印光大师这一个指导的。 总纲领、总原则，你就不会讲错了。这个总纲领，我在讲席里头说过啊，他是世尊、末法王后九千年指导的总原则。 第一句邓轮精分，第二句邪邪存成，第三句信愿念佛，幕后教我们求生净土。十六个字的真言。 释迦牟尼佛没没发，啊，已经过了一千年了，往、啊、后九千年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。无论讲什么经，讲华严不例外呀、啊，讲无量寿经啊也不例外呀、啊。 真不愧是智慧第一的大师之菩萨实现的。你看看，这么简单啊，这么清楚、明了的指示啊，邓伦是什么意思呢？ 就是现在讲的多元文化了，人是类别了啊，更。 以诚恳的心对待一切同类。我们在人道，所有这个世间一切人，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，不分文化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他都是人呐、啊。 那我们就要用真诚的心来对待，和睦相处啊，这叫正人呐。啊，如果是学大乘佛法的同学，那你就清楚了。 所有一切众生跟我们同伦啊，这怎么说呢？华严经上跟我们讲的，虚空法界，刹土众生啊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，那什么不同人呢、啊？同一个心性。 同一个阿赖耶识、性识变现出来的嘛、啊，这说明是净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跟我是同人。那我要顿目轮唱啊，我要用真诚。 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心，对待净虚空变化界所有一切众生，这等等。尽分就是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！无论我在哪个行业。 无论我过什么样生活方式，我在自己本分的行业、本分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啊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身份啊，是释迦牟尼佛学生的身份。 我们要清楚啊，我们的行业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那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，我们代表释迦牟尼佛。 一切众生要想看看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子，在我们身上看呐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像不像个佛的样子啊？佛的形象是戒律我们没有见心。 见性就有道功见，我们也没有得定啊，没有得三昧呀。得三昧之后有定功见，自自然然没有过失。既没有得三昧，也没有明心见性啊，那怎么办呢？ 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诫，哎，那就像啊，啊，不是真的佛了，哎，他像佛，像似即佛了。我们要做到这个这个样子啊，所以。 我劝导同学们，一定要重视《沙民律义》啊！我所提出来的四样东西啊，第一个是儒家小学的《弟子规》。 第二步呢，《十善业道经》啊，第三步，《感应篇汇编》，第四步，《杀灭略仪》。我们能把这四样东西落实，真正做到了，哎，就有一点像佛了，是佛的学生。 有佛的形象，最低限度的。从这个基础上，慢慢再向上提升，那是诸位自己的事情我帮助你的，只是把这个根基奠定。啊，好像盖房子，我只做地基。 地基上面的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。我这个学院对同学的要求啊，有佛的样子啊，那么有佛的思想，有佛的见解，有佛的行持。 那是在大乘经教里面学了，先把基础打好啊。那么我劝同学的方法一门深入啊。一个人学艺不精，当年我在台中。 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，他老人家是这样教导我们：啊，我们有二十多个同学，每个人学的经不一样。啊，学什么经呢？老师非常开明、啊，叫我们自己去学。啊，从哪里学？从大藏经里面学。啊，我们初学吗？ 多半都是在大藏经学哪些经呢？阿含经啊，经济部啊，这个日本的大正藏用起来比较方便啊。我们在阿含经济部里面去学、啊。这两个部分，因为什么？它经短。 不长，学起来容易啊！啊，所以要懂得这种方法，选择的这个经论最好偏重在因果上。 因为对现代人的根基啊，要消一切众生的业海啊，消他的业障，不能不从因果上下手啊。印光大师一生啊，提倡的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汇编》《暗示全书》。 都可以把它当做佛经来学习、来弘扬。啊，你一生学了凡四训，做了凡四训的专家。啊，不但呢，你能够把它讲好，你通通都能够做到。啊、你本身就是个典型，就是个模范。合、啊、的原了凡了、啊。 廖凡的化身啊，戒烟出机啊，帮助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消业障增福慧，无过于是啊,啊这个是讲呢，以一切众生呢助业海人身为题。今天时间到了。